这场比赛有可能是俱乐部的最后一场比赛。加油！每个人都需要站出来捍卫俱乐部的荣誉。不在俱乐部打球，你什么都不是。我想跟你打球。 全力以赴，拼尽全力，战胜对手，让我们重塑奇迹俱乐部的辉煌。我来自遥远的渔村，这里有我的恩人。他们都喜欢叫我富二代，其实我不喜欢全农村。糟糕的成绩，年轮的流失，这就是你给我的回报吗？你们这帮人这辈子没什么出息了。只有安城叔叔能够带领我们奇迹重现辉煌。